奶香光头吧，奶香光头，奶香光头，光头，这个名字好啊。师爷一打开，于师傅一打开那个炉里哈，那个面香味儿非常浓，非常香。同志们好，今天又有幸了，我今天又有幸把我老哥们又请来了，这个烘焙大师，烘焙大师啊，哎，于师傅又请来了。今天我们做的是啥呢？是回民这个清真的一道点心，面点。这道点心呢，我们曾经在接待工作当中呢，经常给穆斯林国家这些客人做，都反应非常好。这个名叫啥？于师傅？奶香光头啊。奶香光头，奶香光头，光头，这个名好啊，叫于师傅这个造型是吧？那于师傅，咱就开始啊。哎，好。375克水，白糖250克，酵母20克，面碱4克，好，鸡蛋1个，给它先和均匀。对，这个是中筋的面粉啊，对，750克，先和成面做是吧？对对对，油均之后盖上发酵，醒发了1个小时，哎，这感觉出来了啊。哎。把这个苏打和水溶解，苏打几克是吧？四克哈，小苏打啊，酵母五克，加水溶解，这就是20发酵。对，这个刚刚咱们都上秤量完了啊，这大豆油啊，多少克？你说180克，面粉加入，这多少克啊？你说这个是250克。半斤面啊，对，呛进去了啊，对，呛面，哎，这就呛面是吧？对，呛进去，冲水有揣在一起，啊，就这个揣的手法是吧？不是揉，对，分割25克到30克之间啊，一个劲儿，下完劲儿，揉成型，哎，俩手直接来了，对。你这速度太快了，你说你这经常做吧？家里没有这个条件，有雪箱。对啊，搁一盆开水，搁烤箱里啊？哎，搁烤箱里，40度的温度啊，预热了10分钟。哎，对，咱就是当雪箱用呗。对对对对，完了把那个光头塞进炉里，完洗是吧？哎，这个水在这里起到的是。就不让干皮是吧？对。那醒发了15分钟，完了升温，上火210，下火180，预热5分钟，这个烤箱的温度上来了啊，上来了，开烤。出炉。哎呀，光头啊，完成。传统老光头装盘了，老光头可不是你这光头，这形象啊，于师傅，师爷一打开，于师傅一打开那个炉里哈，那个面香味儿非常浓，非常香。师爷，我来一块啊，它既软又有面包的那种感觉，还有啥呢？还有这个饼的这种，哎，蓬松，非常蓬松哈，非常软。这个今天于师傅把这个。光头这个谁呀？啊，拿到老友记，无私奉献给大家，让我们的隐身们啊，家家都能做光头，每日烟火气，尽在老友记。